这个是他们的肉类，里脊肉，你看都是整块的肉哦。牛肉，你看这都是整片的。猪肉，这就是它跟其他的那个铜板烤肉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是杂菜，就是冬他们的韩式冬粉，辣炒甜不辣。然后有很多的小菜。小菜用的都不错吃，然后有肉包肉沾酱、铜盘酱、水果酱油，这个很好吃。然后呢，这里有生菜，都让你包肉的，然后还有煮的，哦，洋葱。金针菇，一些火锅料，然后这里是它的饮料区。让我们看一下啊、哦，这边是它的手作料理哈、哦，这个菜色很多，鱼板串、韩式炸酱面、焗烤玉米、明洞起司鸡蛋糕，这很好吃，泡菜拉面。海带蛤蜊年糕汤、辣蛤蜊豆腐煲、樱花虾石锅拌饭、大炒年糕、拳头饭、韩式辣味炸鸡。这个是，再做一下。这个是里脊肉，这个是里脊肉，啊，很一整块的哦，肉很好，很棒。所以你看这个肉，都是整块整块的，都是这样子整片的哦，跟你一般吃到的铜板烤肉是不一样的哦。好、啊，这是很棒的，那、啊、这好的，啊，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。可以，嗯，你要吃，哎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它的牛肉，牛肉也是一整块的哦，牛肉也是一整块的哦，你看羊肉是这样一片一片的，羊肉是这样一片一片的 ，OK， 好，那在肉放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先来吃它的。料理，然后先做料理。来，这个是海鲜煎饼，这个是焗烤玉米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韩式炸鸡，石锅拌饭，然后这个是当地的特色小吃，这个是焗烤起司蛋糕。鸡蛋糕、鱼板串，还有 cheese 辣那个泡菜锅、豆腐锅，
我们现在吃它的牛肉啊、哦，这是牛肉，它腌制的味道很浓厚，但是少了一点那种很油腻的感觉，还不错。来，我们再吃它的鸡肉，来吃它的鸡肉，我们再来吃羊肉。它这个肉的那个纤维都有出现，肉味很足够，那个羊肉的纤味有出来，但是烧味很几乎没有，还不错，腌得很好。那一块可以吃。来，那我们再来吃里脊。那里脊不会柴。然后腌制的非常入味，挺好吃的，比我想象好吃很多。炸鸡，炸鸡里面的那个肉不会柴，外皮炸得很酥脆，外皮炸得很酥脆。好，酱调的还可以，不错。你看它拌起来分量就蛮少了，它不会特意去让你吃得很饱，因为它是樱花虾，樱花虾的那个味道还不错。我带出来。好，杂菜，这是它的杂菜哦。来，这就是叫杂菜。羊肉啊，羊肉。来，对，自制的那个拌饭。不够拌饭，不够拌饭是没有饭，哎，都是料，够料。回来，那个是鸡，来，生菜包肉哈，这边来，这样 ，OK， 来。来，爽口，很解腻，然后更顺口一点。是这个是明洞当地的名产哦。我在韩国那个时候吃的，说靠腰卖个鸡蛋糕，但是比想象中好吃很多。你看里面是一个鸡蛋。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，哎，怎么会那么好吃？海鲜煎饼，然后呢，海鲜煎饼要配这个水果酱油，这个我个人非常推荐。还是酥的，有没有要吃？哇，还是酥的，哇，好吃。有不好吃？这个是焗烤起司玉米，起司玉米，来，焗烤起司玉米啊，就是一个爽字啊，这是豆腐堡，豆腐堡看一下，好可丽哦，还不错，豆腐堡蛮有味道的。豆腐堡蛮嫩的，有豆香味，还可以。来，这个蛤蜊豆腐堡里面还有虾子，很不错的。哦，有拍到吗？然后呢，海鲜煎饼再配这个铜盘酱，也不错吃。OK。配肉，配肉，配肉。来，加包肉生菜，还蛮对味。
又叫了一个韩式蛤蜊年糕汤，有看到？嗯，对啊。好，各位看到这个蛤蜊很饱满。对。不错，蛤蜊也蛮鲜的。很好。我们刚刚看到这些料理，然后看到这有一个夹子，都是去那边夹的。哦，然后炸酱面也是。然后我们来吃一下它的炸酱面哈。好，这个炸酱配的还不错，还蛮好吃的，比想象好吃很多。我刚才想说这个是藕类，然后没想到里面有起司啊。哦，大菜汤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是我没吃过的明太鱼豆芽汤。你看这个是那个什么明太鱼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鱼。哦，明太鱼汤就是吃进去就是有一股那个鱼肉的鲜味，然后呢，高汤的味道还不错哎，比我想象中好吃。这有没有拍到明太鱼？哦，那这里没有甜点啊，只有那个。最后会给让你选择瓶子或者是什么的冰淇淋。好，啊，我们今天三个人，588加一层，好，一个人588加一层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呢，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谢谢各位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